哇哦，陆总，你这个套路也太浪漫了吧！不是说好的不来吗？怎么来啦？当然是因为你在这里啊。哦，对了，小溪，我真得好好谢谢你，谢谢你在这段时间好好照顾我们家建安。都是自家人，不用客气。不好意思，打扰一下，给您上一下小龙虾，哇，请慢用我最啊。爱吃的小龙虾哦！开动吧。你不是不能吃辣吗？当然是特意为你点的。你不用带，我来吧。哎，你们俩还真是小别胜新婚啊，差不多得了。好吃吗？我再帮你剥。好吃吗？我不吃了，走了。他怎么了？干嘛？喂，小七，你干嘛呢？有没有想我？想你个大头鬼！江少凯，你是不是又给我喝多了？没有，我清醒的很，我就想去找你。你在哪个酒吧鬼混呢？你赶紧给我回家！我过两天给你个惊喜，你等着啊！什么惊喜？喂，喂。上个洗手间都这么久，哎，继续喝，继续喝，喝，喝，今儿咱们好好喝啊，袁总，那植入的事情就这么说定了，一分钱都不能少。少凯啊，钱呢我有，就看你的诚意了，你还去尿尿，给我喝，必须，喝，哎，我先走一个，喝了啊。康总，您回来了，事情处理的怎么样了？并不太顺利，项目后续的投资可能到不了了。那该怎么办啊？先保密，不能影响团队现在的工作状态，我到时候再想办法。嗯，明白。剧组这几天怎么样？剧组一切都好。康总，片花剪出来了，你要去看一下吗？去。好，那我先去准备一下。嗯。其实今天你不用送我回来的，要是被人看见就不好了。我送我自己的老婆，还怕被人看见吗？你可是答应过我的哦。简安，嗯，不如你今晚到我那里住吧。不行，我待会儿还要开剧本会。简安，嗯，你还是跟我回家吧，好吗？我工作还没有做完。我们之前可是拉过钩的，好吧。伯言，谢谢你能来看我。嗯，好的，我知道了，你们就按照导演的方案进行就好。
康总，苏老师，这是陆伯言，我朋友。陆伯言，这是我们电影的出品人康瑞成。陆总，好久不见。是啊，好久不见。你们认识啊？陆氏集团老板名声在外，我怎么可能不认识呢？哦，也是啊。我和景阳还有点事情要先离开了。怎么了，康总？就这么认输了？韩小姐这话什么意思啊？我忘了告诉你，陆伯言和苏锦安虽然结婚了，不过是合约结婚，算不得数的。合约结婚？没错。这是陆伯言，我朋友。我看得出康总喜欢苏锦安，既然如此，我们不如合作一把。我保证苏锦安会是你的，陆伯言也将是我的。韩小姐，请你做好分内的事情。完了完了，你说不会被发现了吧？简安，你为什么从来没有跟我提过这部戏的投资人是康瑞成？你也没有问过我呀。再说了，我怎么知道你们两个认识啊？哎呀，现在时间不早了，你赶紧回去吧，我明天还得早起，要是再被人看见那就不好了。好啦，乖啦，你先回去啊，好不好？嗯，那我就先上去了。嗯，晚安。晚安。晚安。